我有。你看，来到柳州学的非常快。那么远过来，总要赢点螺蛳粉回去吧？没有，就想来看看孙姐，经常刷到她。就是过来体验一下啊、哦。对。不管是不是败，无所谓是吧？重在参与嘛。好了。是哪里的美女？我是贺州的。贺州的。对，从南宁过来。是吗？他准备破你记录，我阿姨。开始啊。嗯，好的。开始，美女。听说你们柳州的都喜欢吃硬一点的是吗？不是吃硬，我们这里吃这个螺蛳粉，它就是吃起来有嚼劲。哦，那肯定啊，谁不吃硬呢、啊？吃软饭还得了吗？哦哟，你看，马上学的好快，学我们柳州人是吧？嗯，是我们柳州人就是这个吃法。他准备汤都喝完你的，我阿姨。美女，喝完汤可以多送一箱哦。你看我像能装得下的人吗？争取一下嘛，加油！五分钟之内吃完也能多送一箱哦。哎呦，你看，来到柳州学的非常快，马上端了起来是吗？喝完汤得多少箱，阿姨？多加一箱。多加一箱啊？是吗？那不四箱了不？那不是吧？那人家已经吃完粉又喝完汤，那不多加一箱吗？哎呦，这个美女边吃边喝，太棒了。又能吃又能喝，没有谁一如吃粉一如喝汤的，又能吃又能喝啊、哦、阿姨，这样不好吗？看来这三两不够他吃啊，够吃再补，再加个二两上去是吧？不愧是广西的表妹哦。哦哟，还要喝啊？美女，你干脆把这个汤喝完吧，多拿一箱回去了。加油，嗯，好的，加油，把汤喝完。你看，以前他们都说那北方的女孩子吃的好厉害啊。其实我们广西的也不差啊。嗯，对呀、啊。你嚼软没有，阿姨？我们广西的喝还喝汤嘞，是吗？嗯。有什么嚼软？只要美女开心就好。不怕。感觉辣吗，美女？嗯。还加辣椒吗？嗯。又感觉不辣，又不加辣椒。是合适我。合适了是吗？嗯。哎呦，汤都要喝完了。粉吃了一半，汤也喝了一半了。3分16秒了啊，美女。你是不是饿了几天才过来的、啊、美女？是吗？是刚吃是你没有钱吃饭。在这里顺几箱螺蛳粉回家。在这里可以免费吃，还可以拿螺蛳粉是吧？这个也要看实力哦，实力不允许的话还要付钱捡碗的。看这个美女像没有实力的吗？汤都要喝完去。美女平常饭量都那么大的，不能说。还没男朋友啊？有也没事啊，真实一点嘛，大就大嘛，饭量大又不代表什么，是不是？人吃是福嘛。哦哟，真的叫 老人家都说，食量饭量大的身体才健康。平常你吃螺蛳粉一般吃几两？二两。等一下这粉就被他喝完了，我怎么看我？没有事的，直接要那个汤，没有不辣的。看你又吃又喝的，好不好吃啊，美女？啊，好吃。有没有吃过阿姨家袋装螺蛳粉啊？没有，哎，第一次吃。那你这次成功之后就可以拿回去尝一下了。祝我成功好吧。加油，到时候就不用来到柳州也能吃到正宗口味的螺蛳粉。就你这个水平，不用祝你都能成功的。在你们贺州那边吃一碗螺蛳粉要多少钱？嗯，9块12都有。感觉那边的味道跟咱们柳州的有什么区别啊？不一样。现在才7分多钟，又来啊。哦哟，真的是要把它喝完才得啊。这个汤好喝吗，美女？好喝，我喜欢喝汤。看你吃的我都流口水了。感觉你吃的好像蛮着急的哦。今晚要赶到回去吗，是吗，美女？没有，一路往回去。慢慢吃嘛，现在才8分02秒，时间有大把了。哟，可以了吗？还有。还有8分钟，喝完汤10分钟应该搞定。喝完汤，嗯，喝完汤吗？喝完汤多一箱，不喝是吧？试一下。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，没剩多少了。这点估计不够他吃，没吃饱的话可以加一两的美女啊，加一两也得多一箱的。有点空间，我下次再挑战。嗯，好吧。阿姨，这是你小粉丝吗？帮他妈妈加油。啊？是吗？不是，不是啊，在那里。我妈妈在那里是吗？可以的，甜的好。你看，又来喝。阿姨，这个是喝粉哦，不是叫吃粉哦。是的，
要喝汤，不是喝粉，粉都一起喝进去了，粉吃完了，汤也准备喝完了，才九分多钟，十分钟都不到，饱没有，美女？准备吃完了都，没饱还可以加粉的，加一两还得多一箱，多加一两，把它喝完汤不多得一箱一样的，他都喝不了了，那么吃一碗粉跟喝汤差不多的呀，这个包不起来怎么办？包不起来就不吃了。把它喝了好不好？可以啊，只要你喜欢。等我一下。真美女果然有实力啊，美女是不是要打算把汤喝完？我想试一下。好，加油啊！加油！哎呀，这位美女勇气可嘉喽！吃完三两的还要喝完汤啊？真的可以。对对对对，喝一口就吹。哎呦，这广西的表妹太猛了，连汤都要喝完。我们广西人不差的，哎，是吧？是的，好吃啊。看不出来哦，哦，是都是的，对，要吹一段，它都不会进你口里面了。阿姨，你这个螺丝汤到底用什么弄出来的？这些客人来挑战，把汤都要喝完。不告诉你，有钱都买不到啊。就是不告诉你。那给钱行不行？给钱也不告诉你。祖传秘方是不是？是的。得了，等一下了。加油！来来，鼓励一下，喝完就多送一些了。是啊。哎，美女，你个奖品啊！啊？有动力了没有？喝得完了没有？都加一箱。美女，这汤不喝了。啊，喝不到了，下次。有点遗憾啊、哦，下次继续努力。好，谢谢。下次继续努力，恭喜你，可以12分48秒挑战成功。喝汤多得一箱。阿姨，他都没喝完呢，你也都送他一箱啊？给他一个鼓励吧。你看这老太婆还是蛮好说话的嘛，有这么破钱感言吗？对，谢谢，开心吗？